给他拿去呢，完卷上。这穿里呢？给我吧。给。给他卷上就行。来年还能使用。我说我缠上了呢。小心别扎手啊！妈，这爹爹圆啥的？啥呀？嗯呐，那不鲁子出来的吗？搁咋笑来着？是羊缠的。羊缠的。光爹就一张嘴。缠的可真紧了。两道。蓝蓝的天呐，白白的云呢，蓝天呢。妈，我买石子干豆腐呢。咋买那些呢？我要卤上吃，卤完咱们再熏一下子。好吃呢，干啥？嗯，真香呢。你上屋整去，我在这儿呢，你整不好，我这干的卤吃去。提前做好的鸡蛋皮儿粑粑，干豆腐这么给它卷上。锅里的奶油、牛肉汁、葱姜干辣椒，直接摆上来就行。鸡蛋，热水，这40分钟跟半小时。焖好的出锅，空锅搁锡纸，白糖、茶叶、鸡蛋，盖上锅盖，冒烟熏1分钟。上面抹点香油、熟油都行，我抹点香油。真好，看啊，小伙。真香。真好。我这越来越穿越得劲了。就是那种感觉。越穿越个圈儿。熏的，大爷是不搁这么熏的？用锡纸熏的，搁点啥呀？喝点糖，这喝点酒能比得上。咱们来解决这么多。咋一会儿饿呢？咋秀球呢？这干豆腐咋吃吃的？它干的卤肉汁卤筋味儿的香，全给汁了是吧？嗯，越吃越香，那干的呢？我还熏一下呢。那不好带手子的啥？真是好吃。那、那等小家让我跟大家洗俩吧。还没整利索，还给我留点活。嗯，要锻炼呢。一口闷。